무면접 합격! 郑敬淳含的走后门读博士，已证实是 CNBLUE 的主唱郑容和。郑容和去年报考韩国庆熙大学博士班，分别在10月及12月举行的入学面试，两次都没参加，分数零分，最后却顺利通过，怀疑根本特权入学。是有重视班级，是7年以后的初中班，是毕业之后的哟，就是郑容和表示，该校教授曾去过他公司面谈，以为当时就是面试了。所属公司 FNC 也和他口径一致。表述公司跟本人都是傻傻以为到公司面谈就是入学面试，绝对没有故意要走后门的意思。他2016年才被爆出在公司签下刘在石之前买股，涨价后抛售，不法获益2亿元，当时形象跌落谷底，这次又卷入走后门事件。